在光影之中与细白结晶来场美丽的邂逅吧。这里是北门第一座盐田，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盐田，见证了台湾盐业的兴衰起落。废弃后的盐田改为观光性质，来这儿可以了解盐业的制作过程，体验晒盐、挑盐、收盐。观景台上可欣赏一片片的盐田，看着照映落日的水面，洁白的盐被堆成一座座的小山漂浮着，仿佛时光静止。记得要早点卡位，才能拍到五星级令人赞叹的日落余晖哦。来到这个最古老的盐田，却可以用最新潮的方式观光，一同脱下脚上的鞋，光着脚丫踩踏在盐上吧。